迪定第二部分。而家是准备滴定所需样本，先用去离子水冲洗用来盛载样本溶液的锥形瓶。请谨记，用来进行滴定的锥形瓶是不应该用样本溶液冲洗。下一步是利用仪液管将25毫升的样本溶液准确地加到锥形瓶入面，先按次序用去离子水和样本溶液最少冲洗烧杯和仪液管两次。用仪液管将25毫升的样本溶液准确地加到锥形瓶中。当所有溶液流出来之后，先等几秒，然后将仪液管尖端轻触瓶中溶液的表面，确保转移到锥形瓶的溶液分量准确。用少量去离子水将附在锥形瓶内壁的样本溶液冲洗到瓶中，加入几滴分肽指示剂。